Hello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汉。我以前是因为健康问题而接触到这个 ageLOC 的这个 use ban 和 art tool 了。所以我有什么这个健康问题呢？第一，因为我的那时候我的这个身体氧气啊只有50%，所以所谓的50%呢，有可能有些人不明白，但是在我们这两年的这个 COVID 哦，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哦，血氧跌就很危险。所以我那时候只有50%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会停止呼吸啊，就是晚上睡觉哦，我会停止呼吸，就是一个钟头哦，我会停止95次，就停两分钟里面呢，我会停3次的这个呼吸。所以这个也是叫做呼吸停止综合症，或者是这个睡眠窒息症啊。第三呢，我已经有很多年的高血压了，但是那时候当我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的高血压的这个药物呢，吃到160 mg 的药，医生跟我讲啊，你不可以再高啊，再高我都不懂要给什么药了。然后尿酸哦，本来以前是讲有吃一些豆类或者海鲜啊，他的酒就会这个管子的尿酸就会痛了。但是那时候当我健康出现问题呢，我无论是有吃这些豆类或者海鲜类，没有吃也好，有吃也好啊，总之每一个礼拜他都是要痛一次的。就每一次痛哦，你都要吃，就好像一天要吃三次的药物来，还能够把这个尿酸的痛啊给它压过去了。然后就本来血糖都不高的，变成血糖也高到整10点了。还有就是水肿，但我水肿是很厉害的，我水肿呢，我每天我都不敢喝水，就是超过500 mL 啊。但是呢，我的水肿呢，它会肿到连那时候我的酒那个皮都会爆掉，然后水流出来，那种严重性的。还有一个呢，更加严重的就是这样多种健康问题了，然后就把我们的肾脏就是肾小球发炎，肾小球发炎那时候是就是小便很多泡泡了，就这些泡泡呢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身体的这个肾，它的肾小球不能够。就是搭配我们的 protein， 然后它就流失了。所以我们的这个 protein 呢，不可以超过3.4的。但是那时候我是54.5的。那么这样多种健康问题啊，你们有可能会想，哎，这个人有没有去看医生呢？其实我跟你们讲了，我是中医、西医、土医、生医，什么医都医了，医到真的是没得医了。然后当时我接触到这个 ageLOC 科技的时候啊，然后就真的是很感恩，就吃了这个 use ban 跟 art tool 了。都当时有可能你们会问我了，哎，这个保健品会对你这样多的这个健康问题会帮助到吗？其实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我给你们讲解一下这个什么是 ageLOC 科技了啊。所以我们的身体老化啊，老化就是有体力不足啊，记忆力衰退啊，不育症啊，性功能衰退啊，睡眠品质不好啊，白头发脱发啊，脸色暗沉啊，皱纹啊，这些都是我们身体老化的某一部分呢 当我们的身体的这些器官有我们的大脑、肺部、肌肉啊，我们的乳房、骨骼、生理能力，它全部都是有衰老时间表的，每一个器官都是有衰老时间表的啦。就 ageLOC 它是史上第一个从事基因营养补助品啊，它是直系老化更年的青春基因组织啊，群组啦。说什么是直系老化更年呢？直系老化更年呢，就是像这张图画这样，我们看到的，就是哦，两位医生就是拿着那个墨滴的在墨水，
其实真的是，你回到家里啊，当你看到你家里是你是在漏水，或者是你去看哪里漏水，就好像这个水龙头，水龙头那边，因为你一定要关掉这些直接它的根源，把它关掉了，你才来漏啦。还是没有哦，你漏干了，等下又是漏干了，又现在是，就是找不到它的根源了。所以ageLOC它就是把我身体哪一个部分的根源它找出来了啊。哦，好像这个 ageLOC 哦，ageLOC 跟 ageLOC 哦，它是有分为两种啦，就是一个是抗老的好处，一个是保健的好处哦。说、so, 史上第一个从事基因老化的机制基因就是抗老的产品，是、so, 我们身体的 ADN 呢、啊，就是这个是 for 我们的 lifespan 啊，就、so, 它有抗年、抗菌，就是细胞组织再生、促进新陈代谢、抗氧化保护机制啊，这一点等等啊。都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R2 它就是有这个维他命 D3 这个 EU 这个 EU 这些全部都是它拿它的精华来配置的，所以它是全身性以保护我们的身体的系统，因为我们的心血管、呼吸系统、免疫系统、消化系统、骨骼关节、肌肉组织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细胞排毒与抗氧反应，比如我们的细胞、我们的血液、我们的胆、肝、肾脏，这些全部都是身体的排毒了。就 DNA 是保护与修复细胞凋谢的机制啊。就我们在这里哦，我们研究到哦，就是吃了这个产品哦，过后啊。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细胞的端粒，它可以增强啊，因为在细胞老化的过程中呢，这端粒缩短，它是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了，它是可以增强的。就这个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细胞组织再生啊，提升大脑结构和性功能，大脑结构和功能促进认知与记忆力调理。我们的情绪这些了，就促进我们的脑源性精神营养因子，还有一个就是促进新陈代谢，就这抗炎这个炎症抗菌，就是还有像这些我们的糖尿病啊、癌症啊、心血管问题啊。肺病啊，这些关键，这些全部都是好像精神系统啊，都是老化才，所以才会造成的。都这个氧化的伤害，受氧化的伤害哦，真的是你看到的，就是一些正常细胞跟死亡，细胞死亡哦，损失大量的细胞会影响到正常的功能，就是衰老。说细胞受损哦，就无法复原的正常，它会产生什么？就不能够无法复原，它会产生就是 cancer 这个就是 R2 就是我们的，它是针对日夜不同的生理需求啊，说白天的它就提升我们的脑力、体力、性活力晚上的呢它是。把我们的细胞净化机、废物代谢，天天都是要清新开始。做 R2 里面的成分呢，哦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这个虫草啊、人参啊、石榴啊、这些葡萄籽啊、血橙啊、西兰花，它的萃取物所以它们全部这些平时我们都是有吃到，只是我们吃跟。他们来做这个保健品，因为我们是全部是这里，但是做保健品，他们是用这个 ageLOC 科技，还是拿它的萃取物来配置这个产品的。都全身
前面身体抗老化，就是睡不好、压力大、肝不好、慢性疾病、心脏无力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全身前面身体老化了。都是 ageLOC 这个 R2 跟 U-SPAN 呢，它是被列入美国医生作战手册。什么是美国医生作战手册？就是在美国那边哦，我们看医生就不像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啦、因为我们这边是看了医生，我们就可以在 nurse 那边拿药，但是他们在美国那边是不同的，他们医生没要开一个药物给病人哦，他要需要看这本书，说这本书里面有记录的药物，他才可以开给病人呢。说我们这个保健品啊，为什么它都会记录在这本书里面呢？因为我们是有做临床试验的这个 part 啦，所以它是在美国那边呢，医生是会问这个病人，你要吃药或者是保健品，它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功能。那这个好像是史上首度被 Discovery Channel 装反的抗衰老节啊，所以Discovery Channel、这个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它不是你给钱他，他给你打广告了，因为他是去调查了之后，到最后的结论、他们去才会报告出来的。说他那时候报告的是叫做人类基因解码科技、OK， 这位就是我们的这个 ageLOC这个保健品的这个首席研究，就是我们的 Chief Scientist 啊，就我们的 Dr. Joe Chen 啊，说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产品，在你看到的是2005年、2013年、2015年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你们看到是有什么改变？就是更加年轻、更加活力的这个人啊。第二位是我们的刘美仪老师。所以刘美仪老师的改变也是从2005年、2010年到2015年啊。都这位呢，就是他30年的雀斑问题啊，就是也可以解决了。所以就他是从小都有这个雀斑问题了啊，都他的是可以讲是遗传自他的父亲家族的基因了。所以你看呢，他现在已经37岁了，然后。过去30多年以来都尝试了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些种种样样 的这些美容产品也好啊，保健品也好，都不能够解决了。但是他就是服用了 ageLOC 5个月后、就把这个雀斑的这个颜色就越来越淡了啊。都这位就是肥厚型的心肌病改善。这边是记忆力和身体麻醉部分、改善了。都黑人他那时候他是65岁，因为他是就是一次的这个中风问题，然后导致他的脑受伤开刀，然后他现在已经是70多岁了，但是可以看到他是越来越健康。这个 ageLOC 科技哦，这个 U-SPAN 跟 R2 哦，它都可以快速的康复啊。都接下来这就是免疫力改善，因为在前面我都讲了，它是全身性提升我们的，所以你看到种种的这些症啊的，这个是忧郁症和免疫系统改善。接下来这位是青光眼的改善，真的是种种都是我们身体出现问题，我们的器官老化了，它才会出现某一种的疾病了。这个肿瘤指数降低。接下来的就是这位罗先生过去9年因为前列腺增生，必须忍受排尿不顺便，夜间也因为尿意。而需常起床了，就服用了这个R23个月后，排尿也不再困难了啊，也能够
睡到天明，对，真的是种种的这些见证啊，都是来自啊他们服用了之后来告诉我们的。这个是类似类风湿病的改善，这个是湿疹改善流啊。接下来这个是漏油改善流，哇，真的是你看到哦，种种不同的，无论是内的或者是外都是可以。这个是帕金森进步流啊，帕金森啊，这个就是好像我们的老人痴呆症啊。这个呢，你看到他为什么拍照拍他的酒，就是他的酒啊有那个可以讲是那个淤血啊淤血这样，然后他是恢复了正常，不需要再服药了。这个是痛风解决了啊，斑胆瘤退了啊，血癌指数也正常了。对，ageLOC 啊，你所看到的哦，这些哦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量提升。对 ，ageLOC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抗老科技，所以它真的是跟市面上的一些保健品呢，它是不同的一个科技了啊。好，谢谢。